好，请各位同仁就坐哈。各位同仁，我们事务李秘书长，还有我们审计室周主任哈，各局处所长哈，大家午安。那么我们继续来对于我们审计室的报告，那么我们对于市政府的这些提出建议，我们来继续来审议哈。那早上还没有发言的，大概还我们再请李美玲李议员，好不好？主席，大家好。有关于这个几点哈，要提出来。第一点就是，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那个主计室哦，针对这固定式的闯红灯及测速照相机哦，几乎是每一台去看哦。我不太清楚是怎么样，但是呢，说实在，这个不是今年才发生哦，在几年前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有了，但是为什么都没有给他拿下来？警察局应该要说清楚，他应该跟你们报告说，因为在经费有限的，因为一根杆子通常都是一两百万、两三百万，那在这个预算的这个有限的情况之下，他们没有办法去更换。但是呢，为了这个交通的安全有一个吓阻的作用，所以因此呢，他们这些固定式的这个测速照相杆、这闯红灯的这些设备，他们是会去更换的。有的时候呢，你更换成是有这个效果的，就是它可以拍照；有的就没有。但是呢，它会达到一个吓阻的作用，也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或者是这个在道路上使用的这些人员哦，他们不要有侥幸的心态。所以那么多支呢，并不是说啊，它就摆在那边，而是呢，它会有一个吓阻的作用。所以当你们在请问的时候，我是觉得警察局哦相关的单位应该去讲。好多年前，其实我们就讨论过这样的事情哦。但是呢，我们也站在就是说这个预算缺乏的情况之下，又必须要让这个有吓阻作用的功能，因此呢，我们就允许我们也认为说啊，这样其实是还不错的，至少呢，让这个大家哦，这道路的使用机车辆哦，能够注意一下交通安全。所以呢，因此在这一方面的话，我在想，今天都讲出来了，可是呢，我也希望市民在知道的情况下，也不要存有侥幸的心理，因为有啊是无，他们是不断的去更换的。所以呢，你认为今天你没有照到，其实下一次有可能就换一支有的。哦，所以就照到了哦，所以呢，这个是情况是这样。那另外呢，环保局长哦，有说啊，你说你可能100%知道说哦，没有这个人事的问题，绝对没有你所想象的，没有刚才没有我所说的情况之下，说实在的，如果你要让我去抓，我绝对要抓得出来。你可能跟底下的人没有办法交心，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如果今天没有这样的事情，我怎么会原版的把人家说的话哦，原版的告诉您呢？对不对？他就在讲嘛，我来家是暂时，我来这边是暂时的嘛，我3个月以后我就要走了，或者是我6个月以后我就走了哈。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环保局长，你我心知肚明，但是呢，你绝对哦要去注意，这个是因为现在已经存在的，如果真的这样子的。只要有这么样的人在6个月之内，他调到别的地方，或者他晋升做了可能约聘临时的，变成了约聘雇变成正式的，那对不起，我们就唯你是问了。那这些人其实我们都会去注意哦。那另外的，我们有询问，就是说空屋的这个问题这么样的严重，而且包括未来深澳发电厂都有可能要重新这个改建，那这个的话，那个环保局长，您是完全不知道呢，还是你都不关心？其实你应该要跟我们报告一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未来呢，我们怎么样的预防？那基隆市政府是站在什么样的态度？关于这个深澳发电厂新建，尤其是整个国家这个碳排放量的这个。我们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哦，我们也是这个签约国之一哦。那既然我们都签订了，我们必须要遵守107年
都已经有一个这个标准，这个空屋的这个标准了，标准值了。那我们能够达到吗？如果这个电厂继续的改建，那个另外的电厂不断的在排放，那我们可以达到这个吗？当然是不行啦。那不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基隆市政府的立场是在哪里哦？还有，这个有关于污水处理厂哦，刚才那个污水处理厂好像没有台没有跟我们报告清楚哦。你到底你的建造拿到了没？如果拿到的话，那你应该要报给消防局啊。那然后你才有办法去拿申请执照啊。那到底你拿到了没？你有没有报告给消防局？那你现在在做的这些消防的改善可以吗？在你的建造还没有拿到之前，你可以做这种相关的改善吗？哦，这个到底有没有这回事？你要说清楚哦。这有关于这个，你还是要说清楚。那刚才产发处也，我们应该那个主席应该请产发处哦来发表一下。对呀，我们的经济的投资越来越少，然后呢办的活动，那些办的活动都是没有办法不具生产力的，不断的在烧钱，像放烟火一样的烧钱。然后呢可是呢我们能够生产的东西，不管是软体硬体也好，或者是这个我们的人力也好，我们都没有，我们的投资是那么的少，那未来应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发处应该要跟我们讲一下哦，应该要跟我们讲一下。那还有就是我一直很在意的，就是因为空屋跟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基隆的身心健康，我们也应该要请卫生局注意一下。我们知道哦，最近我们有一个就是那个民防的这个副大队长哦，过去的副大队长也往生了，他一向的身体都非常非常的健康哦，但是呢也是得到肺腺癌。所以我一直说基隆的这个空气污染是越来越严重，基隆的肺腺癌的这个罹患率哦非常的高，而且都是突然间一些也没有抽烟的人啊，然后他也没有从事一些相关跟那个所谓的，也不是家庭主妇每天在吸，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会突然间莫名其妙就罹患了，然后没有多久就走人了哦。这个当然不是只有基隆市，这个整个台湾地区好像很高，我们要去抓，这是属于公共卫生的一种哦。这个公共卫生我们应该要去抓，所以这个这个卫生局也应该要跟我们讲啊，到底这个跟肺部包括肺癌、肺腺癌哦，还有这个结核病，这个慢性病也越来越多，不是没有哎，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就跟空污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且是直接的关系。所以在这边的话，也应该是不是要请卫生局也来报告一下哦。所以这以上几点哦，我希望主席能够请相关的单位给我们一个报告，谢谢。好，那么接下来还有我们哪一位同仁？好，我们请林明志林议员。谢谢主席啊。我想我们在那个审查室的简报里面有看到一个部分的资讯哈，他讲到基隆市政府承付基隆市公车处的短期借贷的契约，连带保证的保证额是9亿6000万。好，那我们再看后面那个数据哈，基本上到今年年到104年年底，我们短期借债已经到8亿4000万。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说，基隆市政府就要帮刚公家族排销排被一洗啦，但是哈，依照银行习惯，他们的责任担保应该是80%而已，这样已经超过担保成数了。那未来可能要再叫基隆市政府再追加他的那个所谓的责任额担保的上限啦。我不晓得你们还签得下去，签不下去，因为上面有个资料写到哈，大概民国100年的时间哈，公车处他们每个人的用人费用89万。但到今年到104年年底是100万出头啦，那我们那个尾数就不要看。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人事的费用上面是不减反增的状态。当然，我们知道
今年我们那个工程处有针对他的车厂维修车厂做委外动作啦，那也是一个改变的开始，在让他的那个支出减少的一个方式。那这本席予以赞同，但是我们似乎隐忧的担心一件事情，仅是这样做有办法把这个亏损的止血止住吗？如果依照我们手上提供的资料，目前100年年底到民国104年年底，整个负债的增幅是157.49%，也说每年平均是11.5%在进展当中。那我在想，第一个东西是修车厂裁撤委外之后，有办法填补这11.5%的亏损吗？或者我们换个角度讲，如果105年度亏损继续增加，基隆市政府你们是不是要继续担保下去？也就是说，我们待会是不是要麻烦公车处哈？这是值得大家忧心的地方啦。这案例底料可以，当然我们知道你们有一些必要之恶的承担啦，哈，就是有一些社会福利的必须被你们扛在肩膀上的东西。那除此之外，有没有比较积极、比较有效的去裁所谓开源节流的一个策略出来？来，至少我们要看到很明显的变化，未来的所谓的举债的这个财务恶化状况不会再继续维持在11%、11.5%，甚至更少、更多的现状。如果它有改善，甚至是我们可以先追求损益两平的概念去做出发，以那样的一个目的来做你的政策、你的经营方针的一个考量哈，来做调整改善。不然接下来这个无底洞会让人家觉得很可怕。那待会是不是请公社处这边也表达一下他们的意见？以上。好，各位同仁还有没有？那么各位同仁，早上大概我们同仁有质疑这个实施剩下资本支出、经济发展支出保留数大概有10亿多，待会放在各位同仁的桌上哦，请各位同仁参阅哦。那么我想，好，那我们是不是请惩罚处，你对于刚刚我们林美玲李议员所说的这个经济支出这方面带动我们商业的活动，你说明一下。好，谢谢主席哈，以及各位议座大家午安。那有关李议员垂询的哈，实际上那个经济发展支出当然不是只有我们经济，就是说长发处这边在用这一笔经费的，实际上所有的建设小组里面的相关的局处哦，刚刚在列嘛，包括公务很多单位加起来，那整个支出的减少，比如的减少，应该是他一些建设经费哦，因为建设经费有一些陆续去完成，因为它属于跨年计划的东西，有一些是陆续已经完成了，所以说可能后面新的建设的东西推出会比较少，所以会变成逐年减少。那实际上在我们实际上经济它是一个长远才能够去看出一点绩效哈，因为我们目前大概就渔业跟农业的部分，我们就是说发挥了整个一个政府的平台，提供他们做一些行销的相关的工作。那在活动的举办里面哦，实际上是希望它能够去曝光哦，或者说是有那个亮点，然后能够让。因为基隆实际上慢慢开始要做一些产业的转移，哦，那我们是往观光旅游这方面呢，能够来做发展，所以就更需要借助一些大众媒体，哦，或者借助一些活动来做一些吸金跟一些吸交，让更多的人去注意到说我们基隆实际上有好吃以外，还有很多好玩的，甚至还有很多相关的那个深度旅游的活动可以陆续去推出。那因为后续。我们实际上有一个四大的重大投资计划，但是因为四大投资计划这个涉及到整个土地变更的问题，那这个相关包括投资计划变更的问题哦，这个的话因为它是比较冗长的，现在目前有几案子都送到那个内政部营建署那边去办哦相关的一些投资计划的变更，那所以说到现在有一个是定案的，但其他的部分都还在进行中。那定案那个的话是中华仓储哦，那因为中华仓储他们可能新的老板起来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说在当初所提报的话，他不按照原来的计划去做实施，那这几个计划实际上他投资的金额相当大，将近大概170亿左右，那增加就业的人口大概可以将近3600左右，将近三千
期。但是因为我们本来一直寄望说这四大重大投资能够去推展，但是因为这个都是私有土地，那实际上变成说啊，政府这边在出力的话大概也比较薄弱。但是我们就现有的环境哦，实际上我们整个先天地理环境跟气候因素实际上影响到产业的话大概会比较大一点。那政府这边的话也在啊，请我们都发处这边正在做河谷廊带的一个土地的盘点，甚至未来做比较长远的规划。好，那等土地盘点出来以后呢，后续我们产业的部分发展的政策呢啊才能够去啊哦确定，那后续啊能够引资进来，或者说找一些相关啊产业的人来进驻，那后续变成说有一些工厂的开设呢，才能够增加我们一些就业的一个机会。那这个是大概我们比较长远的方向，陆续在推动。那目前在推动的相关的活动哦，并没有去增加任何的经费的，因为我们每一年大概估计就是那些经费。但是我们现在是希望说，以前都是单点的出发，那现在我们希望它由县连成面，把所有相关沿岸的所有的单位，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能够大家共同合作，能够把这个活动呢，哦，变成未来办的东西不是一个单位办，而是大家啊集体，然后能够把这个活动来推展出去。像我们收管机实际上连续办的第十二年，这十二年里面的话，每一年跟每一年都更有更多的可看性，而且啊有更多的台北的人会过来参与，哦，那甚至很多一些啊政令的单位，哦，他们在宣导这个政令的时候，就是说中央一些各部会很多他们都会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代表这个活动是成功的。那我们也在想说，守管局毕竟它是属于一个单一的一个产业，那我们希望这个未来是一个系列性的，因此我们在明年的计划里面可能变成会办成一个海洋系列的活动，那我们也会结合哦现在跟中央这些相关机会的活动能够把它掺杂进来，变成未来它是属于一个带状，然后几乎是每个礼拜大概都有一些活动可以推展。那这个并不因为这样而消化到我们啊市府这边所编列的相关预算，大概啊，我们现在目前大概在做的是这样哈。那以上就跟啊，我们议员呢来做一个报告。好，报告完毕。好，我们接下来请工作处陈处长，你对于我们刚刚我们林明志林议员他所说的这些，为什么每人每年的用人费用89万，到现在变成100万？我的薪水也算不少啊！您公家主平均给一个人一个月在那一年薪水有100万，这个薪水算很高的呢。你说说看。谢谢主席，还有谢谢这个各位议座的垂询。那有关那个这个决算报告里面所提到这个人事费会增长的原因，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有这个用人费用，它是包括很多项哈，就是包括我们职员的退休金、劳工的退休金，然后他的新旧制，哦，新制的68%的那个提拨，旧制是4%的提拨，那其他包括月退休金等等哦，这些加起来算是那个用人费用。那这个部分我们特地去做了一个了解哈，就是说我们在100年，哦，100年只有5个人退休，所以他这个部分将近减少相当的多哈。那104年有16个人退休。所以多出11个人哈，啊，如果说依目前退休来看的话，一个人退休平均200万的话，那就是将近会多出2200万，哦。那另外在，我们在104年底哈，就是我们人事会有结余1000万，那因应这个劳动部的规定哈，就是劳基法56条有做一个新的修订，就是说劳工他工作满15年，那55岁，不管他要不要退休啦，都要把他的那个退休金提拨足啊。足额提拨，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104年的年底，我们预算人事会决议1000万了，我们也把它提拨到这个劳退专户里面，所以整个加起来，我们104年比100年就多出了3000多万，哦，这些都是包括退休金、退职金提拨6%，还有这个劳退金的提拨等等，所以如果说扣掉这些算起来，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跟100年是差不多，哦，没有增加，哦，以上做这个报告。那还有呢？我们刚刚明日说的财政恶化的改善呢？是财务恶化。是，谢谢主席。
那有关我们这个部分，因为基金预算哦，它有一个比较特殊，就是说它必须用折旧也要下去算。所以如果说依照我们这个决算报告里面有提到是将近有1亿2000万的那个亏损哈，那这个里面是含我们汽车啦哈，我们这公车的车辆、厂房等等的折旧，我们是提列7000万，那实际决算是6200万。所以如果说扣掉6200万呢，它的那个亏损是6000万左右了哈。那另外因为在104年底，我们有向公路总局有争取到28台的这个新车这个补助，那所以在104年底，他有把第一期款3000多万拨进来，所以他一个这个加进来以后，所以我们在104年他有增加3000多万的一个收入。那如果说在104年没有争取到这个3000多万的话，等于说我这亏损还在加3000万，等于说差不多是6000万加3000万，将近9000万的那个每年的一个亏损。好，做以上报告。好，啊。卫生局那个秘书，卫生局因为跟卫福部出国考察，那他们秘书列席，李远，你要不要请他说明，还是等会是等他回来，我们再私下问他了哈。好，我们接下来请张耿辉张议员。好，谢谢主席啊。我想，当然我这边有几项建议啊，我想建议我们那个秘书长啊，还有研考处的，因为整个经济发展来讲，当然项目里面也很多的。不过我倒是有一个问题啊，希望啊研考处尤其财主单位啊，确实啊要好好的来考管。因为怎么说呢，很多想办活动的啊，本席这世界都有在发觉一个问题，经费讨不到。想办，有时候在财主单位啊，一送到那边就被砍掉了，不然就是8折再打8折，以致啊没有办法去发展。我举例来讲，其实啊产业化如何发展观光休闲啊，当然啦、啊、休闲农业虽然说不是我们基隆市的主要产物啊，现在都偏向于我们渔业。渔业来讲，最近那林市长上任以后啊，已经有积极的在求进步中。虽然以前呐、啊，当然我们渔业已经没落了，曾经是北部最好的渔业市场基隆。但是我想建议我们刚才我所讲的，财主单位研考处应该极力，我们现在也要拉拢一些年轻人回来基隆市。那产发处呢，最近也一直在办那些一系列的那些渔业活动。不妨，我是建议能够结合产官界，然后你像我们海大、海洋大学也在我们辖区里面，他们研究很多的一些渔猎的整个生态、整个鱼种的培育。那加上我们现在北部地区，当然渔业逐渐的没落，都爱翁保卫亚基。在这种状况下的话，我们福来兄啊，你是不是要积极的结合这些产官界，让这些年轻人，我们基隆尤其是基隆的，愿意回来，结合这些协助单位，共同来研讨，是不是在我们周遭的海域，从那一些县市的丁香网鱼等等类的，你要投资下去。那我刚才讲的研考处，对一些执行不力的，老是在那边的，讨不到经费，经费摆在那边不能办法执行的财主单位。你们就应该自己要做一个考管，卖公我行为做代志的，无经费，到你们财主单位你就把他杀掉，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去发展，啊，放在那边又是执行不力的，一些经费要了一大堆，还是编了一大堆，没有办法去执行的，这样都不公平。所以说，我想，啊，以上几点是建议我们，不管是财主单位还是相关单位，包括我们的产发处。尤其啊，山海你拢伫包诶，你的责任也很大，所以你想做事的话，当然也是需要啊市政府啊财力，还有市议会的支持。我想这一项是本席啊这几年所观察的哈，建议我们相关单位做参考，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同仁？没有的话，我想是不是请我们审计室周主任？你是不是可以对于我们
我们同仁的这些建言跟我们市政府的答复，你可以不可以指教指教？那看在市政府这方面能够还有什么地方还要需要补充，还需要加强，能够使我们的市政建设能够更进步一点呢？哎，主席，各位在场的议员，哎，大家好，主席，要我讲这个就有点。我觉得今天其实我来第一次来议场哦，然后听到那个各位议座提出了很多的建言哦，那市府的这些主管人员那也有提出了很多的说明，或者是对于未来市政有一些理想，或者是有一些作为哦，就是未来有一些作为，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审计室未来可以去陆续去注意的一个方向哦，也是一个可以列入以后的一个长合的一个重点啊。那我们审计室因为是主要的职责在于监督预算的执行啊，所以对于建议市府的部分可能没有什么。没有办法，就是说提出一个比较一个意见呐、啊。那我们会根据就是议会这边核定的一个预算，然后市府执行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会考核，我们会基于就是管理咨询的这个方面，然后来提供市府一些建议。那我们审计长也对于就是我们审计室审计机关的一些比如说提供就是市府一些建议，也有很多的这个指示啦，就是他希望我们比如说能够在查核技术方法方面能够也有所精进哦。然后可以就是说提出更多是对市府有帮助的一个意见啊，就是比较有价值的意见，能够促使那个市府能够作为一个这个良善治理哦，然后提升施政的一个效能。那以上说明，谢谢。我想周主任你很客气啦齁，因为我们审计室跟我们基隆议会角色是一样的啦，都是在监督我们基隆市政府的施政跟预算的执行啦，只是你们更细腻一点啦，比我们更清楚更细腻一点啦，叫你讲你也拍谁讲啊你。好，我们请秦真秦议员。啊，谢谢。本来我们主人讲完话应该不应该再继续追问，不好意思哈，因为刚听了我们主席一番话，让我想起一件我们市政府和我们一些检讨事项，应该我们这个审计处应该将来在整个审核之上应该更严谨一点。比如说我们市政府很多的所谓的规划设计的部分，很多的规划设计之后连我结果呢后面的执行度啊都没有显现出来，所以无形之中的这些规划设计的一些案子啊，所花的经费都是非常的浪费，所以在这方面，将来你在审核是不是要比对一下，说过去他在这个规划的前面是不是有相同类似的所谓的规划案的存在？那这有相同类似规划的存在，他今年度、新的一年度要变这种规划会在执行化，有没有去了解他为什么前端不去执行，后端又变经费来做规划？我想这一部分也希望我们审计办能跟应加以考核。因为我们在议会，我个人在议会已经十几年了，发现我们市政府公部门很多的设计规划都是重复再重复，或者说规划完了而没有执行，所以这对整个财政预算来讲是一个非常浪费的而又没有效率的一个所谓经费的一个执行。好，这是本席的建议。第二点，最近我们林市长去金门去马祖，去参观马祖回来之后有个意向，他想说我们基隆市来投资马祖酒厂。我不知道我们审计会这边的看法如何，因为我们基隆市的整个财政支出是负数的，是负债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陈技师，如何的在这个经费的这种挪资之下，可以予以投资我们所谓的城市之间的这个所谓的产业的投资，在我们经济状况及整个负债状况下，如何的去可以去支应这个问题？我想就教育我们周任邱主任，你们以财政审计的观念来认知一下，如何的可以说给予负债的这个所谓的市政单位可以投资任何的外债的一些经济效益。好，以上是本席的两项建议，谢谢。好，我想在这方面我们请周主任对于我们刚刚我们秦真秦议员他的说明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是，主席还有秦议员，议员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说有建议我们对于市府以后就是未来一些重大公共建设的一些规划设计的部分哦，那我们以后会就是我们基本上对于市府的一些重大公共建设都非常有在关注，然后会做深入的查核。那对于议员提议的这个，我们以后会再注意的加强来办理。那第二项是说，议员讲到说，市长有提到说要投资马祖酒厂这件事情哦。那我想这个可能是，市府他可能必须要事先去做一个评估的一个情况啦。那就他们现在目前的财政状况，或者是说，各方面的一些条件，适不适合去做投资？那基本上，他以后要投资，运用相关的这个经费，他还是要编列预算，还是会经过议会。那议员他各位议员也可以做一些深入的一个审议。那如果真的有之后有这一笔投资的预算执行，那后续才是我们就是预算监督的这个部分。那以上说明，谢谢。好，没关系。昨天市长有这样说了哈，还有吗？好，再请秦真秦议员。谢谢啊，刚刚邱主任答复哈。那我想再请教，依你们审计单位来讲，明知我们市政府是一个负债的一个市政单位哈，如果他有这个投资的一个意向的话，你们可不可以事先给他某部分的一个建议？不然的话，你说送到我们议会来审，那我们在议会当然是以我们的立场来讲，是这个财政不佳的情形下，也许我们有我们的意见产生，那种情形下会造成一个说他非要不可，而我们议会非这个所谓阻挡情形之下，会产生的这个府会之间的这个所谓预算上的一个执行的看法的差异。那你们有没有预知型预警性的这种告知我们的行政部门，在这种情形之下适不适宜去做说对外的所谓的经济投资这些东西，这些所谓的要件呢？我想这部分也请教我们说有没有预警性的可以告知我们市政部门。好，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同仁？好，我们先请张耿辉张议员。啊，谢谢主席啊。我想周主任在这边哦，那个审计室的审计部的在这边，我想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但有时候因为财政整个中央啊，这财政的困难当中啊，有时候我们各地方啊、各县市啊，每次的话八折八折再打八折。很多的业务在推展上啊，是不是审计部是不是有上面的硬性规定，说地方上那业务会来讲，推展业务来讲，几年备结跟备结，像我们办活动的，我有深稿，因为我是休闲农业来讲，本来就编无偌济啊，几十万那里还在剩啊，因为财政的困扰，但是财主单位说，哎，今年要打八折，那八折又升到几十万，又明年再打八折。啊，因为财政的困难，是不是审计部中央的硬性规定，县市的一定要这样打折，还是自己去斟酌，有没有这个规定呢、啊？我是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帮我们打五一下业务啊？别来讲，他们现在我们各县市来讲啊，每次编预算啊，啊就八折再打八折，啊本来就规十万那呢，啊搁打八折，明年来要那些钱再打八折，能。都不用玩了、啊、对不对？那是不是因为啊，就财主单位回一句话，因为财政困难啊，还是自己限制自己规定的，我们真的要厘清啊。若是自己限制规定的话，我们议会我们当然有意见啊，因为在推展必要的话还是要不能打、啊、对不对？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啊、我想了解一下。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林明志林议员。谢谢主席哈，我还是针对刚才公车出问题再提一下，因为那个处长你实问虚答，你的割稻菜得，我在讲说如果未来目前亏损状态之下，你有什么因应的措施和作为？啊，你都没说，你个供应亏损环境是啥？为什么这样讲？我在上个会期跟市长有具体的建议一个东西啊。台北高雄那边有一个所谓的计程车弹性运输的服务计划，哦，他在执行，他基本上是用计程车去取代现在公车的这个原来的路线跟系统，因为事实上公车处为什么亏损，是他承负的太多，背负的太多我们给的期待跟需求，他常去开一些偏远路线，北探亲也老实嘛，哦，他看已经有太多，不管是民意代表的要求和当地的要求。我举个例子，那个主席那边大概优拉那边、马林那边，因为一天来回吼，伊照定去开遐车吼，无几个人坐，搞不好一趟车是坐不到两个人，所以他亏损当然存在啊。所以我看这边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大概现在以公车处总和的整个基隆市，平均其实每公里亏损大概是38.4。那我刚才讲那计划，以高雄那计划来讲，他每公里补贴小黄司机25块，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部分先试运营、先试行的话，基本上你的行公里的行涨规模起来，而且甚至更多。我们这样子相减的状况之下，是代表都没有人去乘车的状况之下产生的负担。如果有人乘车，你还有收益。也就是说，你们应该进一步积极的去思考怎么样改进这营运的方案。不是眼睛闭起来没有看到事情，事情就不再发生了。所以我要提醒一下基隆市政府，上次本席跟你们提的东西，你们说会研议会考虑，哎嘛，贵顾的各位啊，影子都没有看到。所以请公车处这边，你们是不是真的去思索一下，检讨一些偏远路线没探及的路线，开始用替代方案来思考示范看看，如果有成效，我认为应该有机会大幅改善你们目前亏损的状态。我不敢会讲说损益两平，至少这是契机一个开始啊，这是给你们良心的一个建议。以上。好，好，我们请陈东才陈议员。这个谢谢主席啊，这个我刚刚延续我们啊林明志议员所说的，这个工作是亏损的问题。其实我很早就建议。我们这个公车处啊，亏损的路线你要怎么想办法？高雄啊，其他的县市啊，都有这种模式。像我们信义区204公车，需求量很大，你就是没有公车让这些民众坐。早上看一下，从圣奥根到这个圣奥根路，要进到崇华街这一段都乱了，因为到崇华街下来。要去新大外，这个车大的车子没有办法转进来，所以用那个中型公车。民众一直在抱怨了，没有车可以坐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把那个偏远的地区这些班次让民间来经营，民间的交通运输公司要让他们来经营？你可以示范一条路线看看嘛，是不是这样？再回到该选你。公车处这个亏损的这个问题，你们老是这样摆，一样以前的这个模式也这样放着，没有去改进啊，对不对？偏远的地区，你可以让那个计程车公司跑也可以啊，补贴他也可以啊，对吧？民众那边坐车，这么坐方便的，因为无线电吊车轿车吊的都很快。搞不好比公车速度更紧，更方便。你们可以找个路线示范看看，这是我的建议。谢谢。好了，你们不要一直看陈处长，陈处长是要看那个教理处的来执行的。等一下再请教理处李刚理处长来回答。哦，因为这个补助偏远路线是由教理处来补助公车处了，那他们要他们同意才行。好，我们请陈志成陈议员。大家午安哦。我想刚刚那个林议员跟陈东成陈议员提到这个
有关公车处亏损的问题啊。那我想啊，我们公车处要解决这个累积的亏损能够消除的重要的那个方式，其实在去年我们讨论的应该也是个结论啊。就到目前为止，有关修理厂部分啊，这个因为我们预计是修理厂这边是之前裁撤人员到别的单位或者让他之前，结果到目前为止不但停滞不动，而且反而造成我们公车司机车辆损坏，他那边根本不鸟你，那司机已经非常困扰，这个已经吵了好久了，公车司机是敢怒不敢言，因为没有伤到他们，没有去对他们没有影响，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是欠司机啊，哦，实际上我们一部公车哦，这条路线几部车是变成固定的，只要新买的车子，旧的车就把它淘汰，然后就是那个司机，就很多路线其实应该算是黄金路线，我们公车处都不敢去跑，像基金一二三路，我们到那边始终是一部班车要等半个钟头。等半个钟头，我老是在那边看等车的人等得不耐烦，最后不得已就坐那个客运了。那我是不是像这种路线呢？其实可以增加的，至少15分钟一班。结果我们真眼睁睁的看着那个客运一步一步把这个乘客接走。基隆市民不去搭这个搭着基隆市公车去搭那个客运，为什么？因为我们班次太少，就是我们能够赚钱的，替我们营运。增加市民服务的司机就是那个数字，然后我们该处理的这个单位到目前还是在那边拖，然后他们满腹的怨言说等着被裁撤，结果他公车司机去车子去维修干什么，他说没办法，不行，做不了，然后公车司机平下崩的多少钱钱拜托拜托，这个事情我想处长应该清楚了，所以这部分的处长应该好好再加油一下，而市政府这边也要稍微去督促一下，可能我们这个处长做人行货哦，啊这里可能饮料哦，不算你差小一块哈。还有就是哦，我们整个这个决算哦，其实我们审计室是提出最精确的数据告诉我们，然后把这个缺点大致也讲了，我们大这边也看到了哈。那看我们议会是针对。这个抓大不抓小，把这个根据这个决断做出来这些数字哦，要求市政府针对一些缺失做一些改善。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预算啊，这是跨任期的预算，大部分是这个前朝的预算，那么新市长他大概就是追加部分是他接的预算。那可能整个我大致看过这个保留部分都是有一些是新的哦，市长的新政，那有很多是这个啊以前的市政府留下来的继续在做的部分哦，那这中间出了一些状况哦，导致保留款相当多哦，但我们必须要斟酌说是这部分我们是执行是依照他原来的方式下去，原来的契约挡住了，咱们继续进行的话，这个拖延的哪一方面到底是哪里，我们要了解一下。所以说，希望这个保留款这部分我们要用这个角度来看哈。那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哦，整个决算的最严重的部分就是哦第12页这个潜藏负债及调借款等款项，这是最我们基隆市目前面临最严重的问题了。那假如说这问题不解的话，真是基隆市政府是破产是非常可能。假如说我们所有的临退的公务员一次大家都去申请退休，那么我们这个救治公务人员及教育人员退休金会以及这个哦，这个是将来的负担了哦，一次发生的话是541亿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年呐、啊、
从我开始当议员，那个18%的优惠利息，那个优惠利息啊，我刚当的时候是2亿，累计每年到现在是每年都是6亿多了哈。那这个问题哦，当然我们当前这个中央正在做这个年金改革，但是我们地方也要适度把这个事情赶快反映上去哦。就将来这可能是基隆市政府的负担，其实很多是这个中央哦，这个请客地方买单啊，这部分哦，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事情，是不是请中央把这个事情把它移过去？我们这个潜藏负债，这都是中央的。那我们基隆市呢，将来这个要做什么建设了？可能我们有那个更大的举债空间，因为我们里面讲说，我们的实际的举债空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已经达到了举债最高限度的90%了。这里面我有看到到90%了。那换句话说，我们基隆市只要做一个对基隆市应心应格的重大的经济建设的话，实际上我们是暖囊羞涩，要去借钱，可能借的空间非常少，借的钱还要到可能这个政府没办法负担。那因为新的政府在也设法在对我们以前累积下来，再渐渐再把它逐年渐渐再把它减少之中了哈。所以今年的预算我们可以看出来说，实际上我们的债务是比往年少了哦，那比往年少，换句话说，我们的整个资本门哦，跟那个经常门都是要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是最重要的部分了哈。那针对这部分，是不是审计室其实提供一个这个忠告哦，我提供一个这个给市政府很好的参考意见，让市政府针对我们提出来缺点来改进以外，也提供市政府一个很好的方向，将来如何去增加哦我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收入，税入能够设法增加，税出能够因为我们这些债务空间减少，我税出也可以减少。我想这样子的话，基隆市就可以将来的发展就比较有机会。这部分我希望说啊，这个审计是应该是监督市政府跟议会是监督市政府的两个翅膀啊，这两翅膀配合的好的话，我想这个基隆市政基隆市民会比较有福气。所以跟在这边跟这个审计室哦好好勉励一下。那但我们议员的监督是一定要非常用心的哈，那要把市政府所有的缺失通通举出来，那也不能说专门把这个不该他们负担的责任转嫁到他们身上。希望说哦，一码归一码，该新政府哦的责任新政府要去负担，该以前的部分我们检讨过以后新的政府不要再犯。我想这是我们议会监督跟那个审计室的这个决算的报告里面哦做出来能够让市政府接受的这个最好的方式，希望我们这个好互相勉励一下。好，白惠健，我们好，那我们请审计师，我们做主任，是不是对于我们刚刚我们秦议员，还有我们张耿威议员的什么打八折，这些还有包括我们秦议员对于说投资事项的预警性的说明？好，主席还有各位议员。刚秦议员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对于就是，是否已经亏损了，那还就是要去投资的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些预警性的这个可不可以提出一些预警性的意见呢？那，事实上，我们每年对于市府的一个财政状况哦，那，我们都会依照预算法跟审计法相关的规定哦。那对于这一个财务上增进效能与减少不经济支出的这个部分，提出相关的这个建议意见，然后提供给市府作为决定年度市政方针的一个参考。那当然，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年度都会有提出相关的这个建议。那另外，在我们审计法最近有修正第69条，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如果对于各机关的像说市政效能有潜在影响的一个事项哦，那我们也是可以提出相关的这个预警意见。
那未来如果说市府有相关的投资计划的话，那我们会来关注这个方面，然后看需不需要适时来提出相关的这一个建议意见。那另外张议员提出来有关于就是说地方办理活动的经费好像有被打折的这种情况哦。这个部分因为目前预算编列都是采用民计预算哦，那各单位在提出相关的这个预算计划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优先顺序。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在排列优先顺序上面是有一个这个选择哦，所以就是经费有受到打折。那这个可能还是要问这个行政部门，可能他们有没有相关的规范，可能会才会比较清楚。那我们是依照市府他的一些相关的规范来做审核。那另外刚陈议员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要提供增加收入跟减少支出，那这个就我们刚刚有答复，就是刚刚有说明，就是我们每个年度都会依照相关的这个资料，对于市府财务上会提出相关增进效能与减少不经济支出的一个建议给市府，提供他们在下个年度作为施政方针的参考。那以上说明，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请交理处对于公车处我们刚刚同仁提出的这些替代路线的问题看。主席、各位议座大家好，那其实针对公车处它的亏损问题的话，其实这个对于市政府来讲是一个负担，但事实上以我个人是交通的立场来讲的话，我认为这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因为全国公共运输那个占有率最高的除了台北市以外，我们是排第二，但是台北市有捷运，如果扣掉捷运的时候，台北市只有20几%，我们已经到30几%，所以也就是市民享受的涵盖率，我们差不多可以涵盖基隆几乎全市95%以上的那个居民，所以他享受的公共运输是最好的。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公车处的公共运输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私人运具在全市中心的话，完全是没办法 handle 得了，所以这个部分是以交通的立场来讲。那但是而且一方面来讲的话，会搭公车的他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钱，他没有车，或者说有车没有人替他开车的老人或是学生，这些比较相对于时间或是经济比较弱势，所以我们提供公车的服务来讲的话，这个在以提升公共运输的交通的本性来讲的话，这其实我们基隆市是做的最好的。这其实是不管旧政府或新政府，我认为基隆市是应该是全国的表率了，应该是这样讲哈。那但是它可能体质的部分的话，要做一些改善，那这部分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包括刚才各位议座所提到的它偏远的路线哈。那但事实上，有时候偏远路线它也是一种服务的性质。那因为他出门不方便，那所以可能需要公共运输。那但是另外还有就是他有一些弯绕的路线，重叠的路线比较多，好，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其实我们已经在跟交通部运营所那边在合作，那也没有用到我们的钱。那运营所今年在做一个那个以 ETAG 去做分析，这整个交通运输的那个公车的大众运输的那个特性的分析哈。那以基隆来讲的话，那他最新给我们的一个成效就是用 eTag 用悠游卡啦去分析每一站搭乘人数，他甚至可以分析到你这个站的老人是不是比较多，如果比较多的话，是不是可以建议这个站的那个候车亭的那个照明的亮度要比较亮，好，所以这个都可以给我们做很好的分析，所以这部分我们已经继续在努力。那明年我们预计要跟交通部争取预算，就是说我们要做公车处整个路线的做一个盘整哈，就是说相关的路线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哈。那事实上公车处除了这个偏远路线以外，它事实上还负担了很多的那个政策的一些因素，包括各位一座有平常可以看到的，就像最近的那个像扫墓哦、中原祭，还有年货专车，还有考生专车这些哈，因为它每年的
要配合整个市政的这个相关的特殊的活动非常多哈，所以这也是造成他的负担哈。但是这些我们认为他会是一个，整个社会福利的比较好的哈。那相对于比较弱势的话，他提供一个公共运输，所以我们认为，就像有另外一个社福，我们之前哈在一个社福的那个会议里面，他们认为要编很多预算让老人走出去，但是要走出去就要提倡很多，那这样。他的整个什么那个健保的那个成本才会下降，因为老人比较健康。但是基隆反而因为，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公共运输太方便了，所以我们的老人反而他每天都可以出去，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优点哈，就是，他主要的就是在这边，包括社福、老人还有学生哈，还有偏远路线，这些都是我们补助的这个重点哈。所以他目前为止的亏损哈，我们认为这是比较大方向是提供社会福利这部分，那我们也认为这个是有必要性的。那另外就是各位议座也提到那个计程车的这部分哈，那也跟黎明志议员也解释哈，就是说这部分我们有去也有去survey了哈。那事实上像在台北市、像新北市、桃园，它事实上是没有做这一块，因为这个牵涉到公平的因素。但是我们会继续去参考高雄市的做法。他这个到后面的就会有一个，就是说，我随便举例，可能幸福华城或是山海关或是什么，为什么他这边有计程车开进去不用钱，或者说只要开15块就可以开计程车，那我这边也要，每一个地方都要开计程车，那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公平性。如果要公平性，那变成说全市政府都要公平，那等于每一条路线、每一条巷子，他都要开计程车进去，而且全部是市政府补贴。这个部分来讲，那个后面的那个负担会远超过我们现在的市政府，但是，这个部分我们会去研究看，比较细致一点，高雄那边怎么做吧。那我们再看相关的资料，再跟，林志议员的报告，谢谢。好，没问题了哈，还有个五啊。好，那我们第一次发言，我们请杨世成杨议员，再请陈东仔，再请。我们市政府。这个土地的管理啊，一直都非常松散。从我第一届上任议员到现在，我都一直跟我们财政处提到，甚至于要的那个本子里面呢，我们市有土地的清册列举的非常非常多，但是呢，我们执行上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一直不能呢妥善管理我们的财产，甚至于呢，我们提到这一笔呢，在我们市中心，我们以啊26页这里面的当初的我们的这个机关学校员工生产消费合作社联合社，它既然以这100年2月份已经收回到现在，那边的土地呢？也是算蛮贵的啊，场地也蛮大的，但我们不用，我们反而呢到处去跟人家租借。这个问题100年到现在，我想单位呢也应该提出说明呢，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的市地呢，有的被占用，也不催，闲置也不管。还要花费很多的钱去跟外面的承租，这种状况一直在持续下去，来消耗我们的市库，市库收入减少不打紧，还要花费钱去跟人家租房子，这个现象如何有效改善，也应该向我们市议会来说明才对，谢谢。好，魏建，我们接下来再请陈东仔陈议员。等一下，我们一个钟头，我们休息5分钟。
好，请各位同仁就坐。好，接下来我们先请陈东仔陈议员哈，再请张耿威议员。不用了，主席啊，我们讲啊，主席话讲，大家开始。哦，好啊，讲好啊，哦。好，那我们好，那我们请张耿威张议员。啊，谢谢主席啊。我想刚才听了那个交理处啊报告以后，当然本身对于公车的营运啊，那本席在这边啊，相信在几次的会议当中，我也曾经跟市政府啊也曾经建议过，其实公车处啊就像我们民间的亲善大使一样，公车处跟啊，我上次记得还讲是那个，应该是户政事务所，这两个都是为政者啊，这两个都是先前把它做好的话，就占一半以上。因为公车处来讲，每天呢、啊、就6万多人次啊，相当于啊，每天就是跟我们37万人口的大概六比例很平凡。当然啊，其实啊，公车处来讲，很多啊相关的主管单位，你很多都没有帮他们的一些啊经费给补助。举例来讲，学生卡、社福卡，每年的计预算里面来讲的话，他要就要基本要亏损八千万。高尔西尼跟金马子差不多爱背一波。其实我不是帮他抱不平啊，其实交理处啊。其实那时候处长啊，我相信相关会议我也跟你提了好几次，这两个单位公共运输啊绝对不是赚钱的啦。其实我也感到基隆市感到引以为傲的，我们很偏僻的地方都有我们公车处走，自来水跟那个这些台子他就不签了呢。我们发展观光休闲呢，一路歪掐慢了，这个不成本成本效率不符，他就不签，自己负担。所以说我对我们基隆市的公车啊，真的是表示还是很肯定的。但是你也不要自以为那个，还是要加强。为什么？你现在要研究的是什么？把要开源节流，所谓啊，就像我们六都，我相信我们主席也应该介绍那个陈情了。私人公司也是一样，他们现在也。反正只要没有什么路线，他就宁愿把班次啊减少。啊，减少会带动什么状况呢？包括前阵子我们公那个交理处那个铁路局的接驳公车运输计划，现在反而六堵的来讲，客运的以前说啊，我的那个客运五的照，那些下班的人叫他们等，等什么？他都是要坐那个快车的话，就一定要到百福社区。因为班次的话绕到我们七堵区就比较少，所以本席的意思是说，希望同样在坐车的当中，你同一地区公车处长你要去研究研究什么，会带卖魂担心故，甚至班次很少，卖有市民抱怨，我刚才也在提醒了你们是亲善大使，卖有公单的基隆市民说啊，那这公车的公车干哪？边疆地区的，这样不好。我们要让市民感受到，我们到处都有公车在走，而且等的班次不会很时间不会很长，这样你就成功了。那以上啊，我想我是对于我们公共运输啊，尤其交理处你是主管单位，那个我们社会处你有一次协助单位的，很多的预算，很多的经费。当然不要一面的指责啊，公车处啊怎么样盈亏啊？我刚才讲的八亿啊、十年啊，告诉你看，今嘛没有办法差额补满啊，因为你固定都在背情满啊，十年的八亿啊。所以这边呢、啊，我们呢、啊，虽然说我们议会是监督的单位，但是有些我们要事情也要去弄清楚。以上是本席的建议，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庄景莲庄议员。谢谢主席啊。看到审核报告审计署的用心啦吼，对吧？我懂你嘛，我讲过，就做议员甲即久，审计署每年的报告审核都非常清楚。
但是我要请问新技术，您到底若无听话，你有送干菜你也送几件？到底每年送有没有送？送了又是几件？我这是重点。无你遮用心写个遮济报告，啊！你讲像和平岛一百年无去食，甲即久无去食，啊！你启用以后，搁要用参观，这安全余力上要去负责。咱家人是会负责，负责嘛，搁真重啊！你去年一百公三年四亿七千万，你甲基金甲转借，甲十一亿几，这负责增加遮尼多，搁伫基金借，会苗栗是拢甲基金嘛是乌乌甲。做大坑的到时未补，所以我是讲，审计师的用心到底最后有什么好的结果？啊，是讲刚刚搞市政府公共的，每年过来嘛是安尼。至于工作室，我是替公家处讲一下用心话啦。拄只教理处报告就是讲，学生也好，社会福利也好，你每一年每一摆家人市政府办的活动，恁的专车、恁的接送，敢唔给你钱？有元旦开始，有天灯的接送，有清明扫墓的接送，包括放水灯，所有活动恁的支出，市政有甲你补着偌济？这你拢爱讲出来啊！拄只嘛讲，你一年若八千几万，十年已经八亿啊！你其实你嘛无啥了着啊！你自算嘛讲真济啊！所以你爱讲好清楚，较袂让人认为讲你是永远是一块地下大块，要大家来算。社会处理该报人爱报人啊，教育处理学生优待票嘛爱报人啊，安尼收支到底唔太清楚，啊，愈讲愈清楚，一定有帮助。无你定来互一个人伫遐打只当打，讲负债愈来愈多，这是个人的见解啦。好，这个建议吼、哦，你们各单位来要注意的。那对于刚刚我们杨思成委员所说的。王处长，你是不是要说明一下那个校路？但是他提的是校路那一间吧？你说明一下。好，请王处长。我那个谢主席啊，各位议员哦，那个校路就是在三种门诊的二楼，就是以前的那个福利中心嘛。那原来是一个公用的，可是都没有我们任何一个单位搬进去。那后来经过我们努力招租以后，我们今年七月就已经租给三总了。三总已经在跟我们租二楼的部分，我们已经租出去了，哎，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以上报告。好，没有其他问题哈、哦。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审议我们。审计处所送来的这些资料，请各位同仁翻开比较厚的这一本哦。那么在 B1 丙一，丙一，对。丙最终审定数额表：一、中华民国104年度基隆市总结算税入税出结算审定数简明比较表，税入合计预算数180亿7046万2000元，结算审定数167亿9802万1504元，税客收入预算数79亿231万2000元，结算审定数72亿1608万5528元。罚款及赔偿收入预算数2亿9418万3000元，结算审定数2亿9678万9803元，规费收入预算数3亿3266万7000元，结算审定数3亿1004万2560元，财产收入预算数8亿3677万2000元，结算审定数3亿1606万5532元，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预算数3330万元，结算审定数3333万元，补助及协助收入预算数80亿9299万5000元，决定审定数80亿6192万3784元，捐献及赠与收入预算数1亿4754万4000元，
结算审定数1,255,817元，其他收入预算数4,365,008元，结算审定数4,2122,6280元，请审议。好，各位同仁没意见哈。好，我们通过，然后税出。税出合计预算数1,720,2376,7254元，结算审定数1,601,112,2520元，一般政务支出预算数2,491,295,564元，结算审定数2,272,2796,4140元，教育科学文化支出预算数4,089,185,7402元，决定审定数4,781,882,6191元，经济发展支出预算数2,439,255,8872元，决定审定数2,362,667,1161元，社会福利支出预算数2,523,592,2000元，结算审定数2,169,405,511元，社区发展及环境保护支出预算数8,740,808,000元，结算审定数8,2840,2737元，退休抚恤支出预算数2,43,409,000元，结算审定数17,4317,3828元，警政支出预算数18,1420,500元，决定审定数16,5465,3365元，债务支出预算数1,97,000,000元，结算审定数10,484,9802元，其他支出预算数3,1558,4916元，结算审定数1,484,9802元，其他支出预算数3,1558,4916元，决定审定数2,3717,5785元，请审议。好，没问题，我们通过。三、税入税出余处预算数8,4669,4746元，结算审定数7,8689,8984元，请审议。好，没问题哈。好，我们通过，请各位同仁翻开丙午。丙午是中华民国104年度基隆市营业基金损益计算审定数额中计表机关别，收入部分合计预算数3,6165,600元，结算审定数3,8163,6043元，市政府主管预算数3,6165,600元，决定审定数3,8163,6043元，基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预算数3,6165,600元，结算审定数3,8163,6043元，请审议。好，没问题，我们通过。支出部分合计预算数5,6347,800元，结算审定数5,559,530元，基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预算数5,6347,800元，结算审定数5,559,530元，请审议。好，支出没问题，通过。存益存损部分合计预算数负2,182,2000元，结算审定数负1,2395,4487元，基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预算数负2,182,2000元，结算审定数负1,2395,4487元，请审议。好，没问题哈。好，公车组哈。好，我们通过。继续。请翻至丙七五，中华民国104年度基隆市非营业特种基金收支一处审定额中计表作业基金别，合计预算数2,94,931,500元，结算审定数2,6411,4477元，市政府主管预算数1,348,000元，决定审定数1,366,7948元，卫生局主管预算数2,3583,400元，决定审定数2,5044,6529元，请审议。好，没问题，我们通过。支出部分合计预算数2,1187,000元。
4000元，决定审计数2亿1564万6363元，市政府主管预算数1114万3000元，决定审计数1002万4997元，卫生局主管预算数2亿0731万1000元，决定审结算审定数2亿0562万1366元，请审议。好，没问题，我们通过。余处部分合计预算数3744万1000元，结算审定数4846万8114元，市政府主管预算数233万8000元，结算审定数364万2951元，卫生局主管预算数3510万3000元，结算审定数4482万5163元，请审议。好，没问题。好，我们通过。请翻至丙九。六、中华民国104年度基隆市非营业特种基金来源用途及移处审定数额中计表特别收入基金基金别来源部分合计预算数578159万1000元，结算审定数64亿2769万1558元，市政府主管预算数1亿9516万元，结算审定数3亿2929万0864元。教育处主管预算是53亿8772万3000元，结算审定是58亿3808万0854元。环境保护局主管预算是1亿9870万8000元，结算审定数2亿6031万9840元，请审议。好，没问题，我们通过。用途部分合计预算数60亿6154万3000元。结算审定数63亿3423万8619元，市政府主管预算数4亿2526万9000元，结算审定数4亿7190万1964元，教育处主管预算数55亿2867万3000元，结算审定数57亿3291万4295元，环境保护局主管预算数1亿0760万1000元，决算审定数1亿2942万2360元，请审议。好，没问题，我们通过。移处部分合计预算数负2亿7995万2000元，决算审定数9345万2939元，市政府主管预算数负2亿3010万9000元，决算审定数负1亿4261万1100元，教育处主管预算数负1亿4095万元，决算审定数1亿0516万6559元，环境保护局主管预算数9110万7000元，决算审定数1亿3089万7480元，请审议。好，没问题。好，我们通过。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为止哦。那我们结算，我们审议完毕。那好，谢谢我们审计室，我们周主任所带领的我们这些团队哦。好，谢谢，我们今天到这边为止，明年继续来审查我们的议案汇编哈。好，我们今天到这边为止，休息。